是地质学，一个是部区，哎。去哪里？拍谁啦？刚刚是不小心的啦。我怎么知道墙壁那么不厚？好了没？敲崩！哎，我补敲的好。像比如说你剪的那个鬃毛嘛，可以剪两次，其中一个鬃毛可能就是有大龄鳗鱼，什么什么斗气，小心它硬化的脚钳。哦，他的手哦，我看起来好痛。锁定它的尾巴，也许能哦，帕卡村。好，我最喜欢打屁股了。你屁股要让我打。他看不到我，他看不到我，他看不到我，他看不到我。哎，这样子我会想身上放那个烟雾果实，不是烟雾果实啊，烟雾弹。我就躲起来打就好了。你看哦，我搜一下，我捡哦。哎，看，不是，看哦，捡一次。啊，他只能啊，白痴哦，我没地质学啦。有事我示范给你看。啊，不是啦。NG。哎，够了。没事，我刚刚想说，我怎么一直勾到手？哇！而且虫子根本就不会回血，你要打到那个回血的蜜虫才有用啊，回血部分才部位才有用啊。那天你说什么撕裂伤，虫子会帮你回血，我想说你在讲什么？转身变身哦，干嘛？
换个方向，变身换个方向。傻眼。哦，从克制。哦，真假的。好啊，那我去克，我那对你，我好像没克制吸血呢。抱歉，我的错。金狮子主机哪里？哇，真的假的？西律二十，你们要打起来了吗？喂，会位耶，很会很会。你们要争夺地盘啊？有了有了，虫棍真的这版很无耻哎，哇！借我削个石头下来，哎，叫屁哦！啊，没事啊，提错，对不起。黑龙之血，贝蒂怎么了？是晃眼的，来，我们这边来，来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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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扩加扩加，看这边呐、啊，看这边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白痴哦、喔，你的屁股应该没有石头吧？给我，给你的石头，没了。他骷髅头了，不、哦，我还没玩够，我还没玩够。等一下，我没有闪光弹。啊，让你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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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来没有探索过它，竟然马上有骷髅头。睡着了？不会啊，打这只蛮轻松的啊。嘿咻，嘿咻。结束了，哎，蛮轻松的啊。我要来，哇！尾巴有了，钢脚有了。妈，猎虫流太低能了，好不好？我刚前面的麒麟也是靠猎虫打过的。天哪，我怎么了？我堕落了。猎虫真的是太白目了。哎，为什么你们不在集会所啊？我问一个问题哦。我选择。
我想他们打什么东西。嗯，嗯，啊，辣酱是谁？阿斯说干嘛分两间？既然如此，想要抓攻击与击飞，要怎么更好呢？我想抓紧前脚，又怎样呢？前脚跟脚头部啊，哦，是啦，他说抓前脚撞下去更接近头部也是可以的。来整理一下我的武器，克制吸血。我只有用猎虫打麒麟，今次就选择正常打了。哦，生产装备、强化装备、克制强化。回复力决定。哎，那真的是很无耻哎！我以后玩猎虫就好了啊。扩充满位。零件强化，我这零件强化没什么屁用吧？它没有加，哎呦啊，加防御力的，加防御好了。等一下哦，水妖鸟是加啥？水属性攻击，冰鱼龙，我竟然没有水妖鸟零件呢。壁毒龙，我要更多防御，没有了，那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好，我去整理一下我的箱子。箱变道具，巨魔之地。啊，糟了，我。箱子好不够用哦，我应该不用这个了啦。巨魔这个改人影，这个改人影，人影人影，两瓶。我感觉我这个药也很少在吃呢，怎么办？更换道具袋，人更换，对啊，再就是要放热饮了哎、欸。热影就顶多闪光弹扔掉吧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打阎王龙要用，就鬼人粉尘应该换掉就是鬼人粉尘了吧，
对吧、啊？这个蛮，这两个蛮常吃的啊，这个 这一定换不掉的啊，啊，这两个一定换不掉啊，这更不用说啊，能换掉就爆桶、爆桶粉尘或没有啦，剩爆桶跟粉尘的、啊，很闷，很累呢。好啦，我去通话。哎，算了，我先去看一下巨魔之地。等一下哦，巨魔之地新地带、熔岩地带、熔岩地带，就是任务。使用从熔岩地带出没的木质能获得素材，或在熔岩地带采集到的素材可进行第一个的强化。与其用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，我现在这个等级可以让龙野骑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粉尘换掉比较好啊。看一下龙岩地带区域，好，我来定选，我来定选，来我定选一下哈，定选，哟，定上了，龙岩地带。阎王、阎妃、刚龙，好，刷起来。巨魔之地，出发。先解除固定。那我应该不用调整环境了吧？就。之地，奈斯来刷、啊。哦，来了来了。没有啦，我还没啦。好。那、啊、你在干嘛？我没有在干嘛。好。哦，可以77751哦，好耶、欸！那我可以全部5555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也、欸、可以耶、欸。这样我就可以是刷毛级了，好爽！总和28，好喂、欸！我本来想说，来偷看一下你打完了没，然后进去蹭一下，发现对呢，这是单人。这是什么？嗯？金狮子啊！说，可是后面可以加入啊。哦，要看剧情是不是？可是我怎么进不了？可能那时候我还没看完吧。